欢迎收看106年9月30号星期六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台积电确定落脚台南科学园区，市府发出声明，除了感谢台积电决定跟留台湾投资南部，也请求科技部尽速启动扩编高科第二园区。农委会渔业署30号举办全国渔民节庆祝活动，颁奖表扬12位模范渔民，市长肯定渔民辛劳，也期待渔业发展更加蓬勃。观光局举办田寮月世界六乡音乐会，中秋节当天将在月世界地景公园盛大登场，除了聆听音乐，也欢迎民众 cosplay， 只要特殊打扮前100名，就可以免费获得土鸡餐点。新闻首先来关心，台积电宣布选定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新建3纳米制程新厂。过去不断争取台积电到高雄的高雄市政府周五作出回应，除了感谢台积电决定跟留台湾投资南部之外，也期待南部半导体聚落成型，未来成长可期。台积电确定落脚台南科学园区，市议员黄少廷在定期大会上先数落市府团队一番。但是伊即摆选择台南，无选择高雄，当然咱感觉真可惜。台市长，我若头拄听你家己议员的回答吼，我会惊呢。我啥会惊？我认为咱市府内底到底所谓科学园区的内容、项目方向，我觉得你们还不够专业。议员认为台南科学园区有完整的产业聚落，相较之下陆竹园区缺乏相关科技产业，自然无法吸引台积电到高雄设厂。而对于台积电新厂决定落脚南科，市府也发出声明，除了感谢台积电决定跟留台湾投资南部，让南部半导体聚落成型，也请求科技部尽速启动扩编高科第二园区，并请求中央相关部会协助南台湾高科技能量提升及人才养成。我们是要求第一，我们要有第二园区、科学园区。在咱有一挂高雄、台糖看什么所在，我们已经甲科技部在说明中，科技部同意也支持。好啊，第二咱的部分就是讲，后摆高雄的科学园区不应该附着在台南的科学园区，应该在这个部分给高雄单独成立是高雄科学园区。陈局表示，南台湾不仅是半导体制造业本身，许多相关电子材料厂商也察觉未来趋势而陆续投资。在南科园区用地逐渐饱和下，希望科技部尽速协助高雄成立第二科学园区。港都新闻综合报道。同样是来自议会的消息，循环经济是现代趋势。市议员黄柏麟周六在市议会部门质询时，希望农业局加强辅导农户，将畜牧的废弃物再利用，转成堆肥或发电等等，如此可以增加就业机会。而农业局长则表示，会持续朝新农业和科技农业的方向努力发展。循环农业是循环经济中的一环。市议员黄柏麟以西班牙葡萄酒渣以及国内的案例，如米糠堆肥、沼气发电、河中有冷排水及生物碳等，说明这些废弃物都可以再利用，转成堆肥或发电等等，增加下游的就业机会。所以包括以前我们很多稻梗就把它火烧就没了，而且对空气造成污染，稻梗也可以做生殖能。
那我们很多中钢、中油等等这些高热、废热，我们把它收集起来，我们也可以来做下一个制程能量的来源。这些废弃物再利用的下游产品，除了要通过市场性的考验之外，在产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臭味和空气污染。黄柏麟议员希望农业局能够加强辅导农户，如何让我们所有的一个产生物能够变成下一个制程开始。譬如说以农业来讲，我们很多的这个养猪啦、养鸡等等，它的废弃物我们怎么把它收集起来，发展沼气，然后让它正能能量。对此，农业局长达询时表示，两年前市府推动的新农业和科技农业就是循环农业的概念，堆肥沼气和太阳能发电以及鱼菜共生的方向都有努力推动，但议员认为可以再协助小型农户加入循环农业的行列。也就是说，所以说以2000头以上的猪啊跟鸡才有可能。那么2000头以上，以高雄市来讲，只有两家，只有两家，只有两家。然后一个食安是鸡呀、鸡蛋，所以目前三家的一个大规模的沼气外，我们都已经完成了。那2000头猪以下的，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处理，怎么让它真正的能够让它跟环境趋于一致，而不要对环境的损害。在这区域一致的过程里面，事实上很多就业机会就会产生。将所有的资源做最有效的利用，达到没有垃圾、没有废弃物需要燃烧，是循环经济的最高境界。但如何产制、销售，避免二次污染，议员希望农业局能够再加把劲，造福农民。港都新闻潘志光、雷昌邦采访报道。市议员张汉中在市议会部门质询时，则提出加护污水接管和流浪狗收容场地的议题。他指出，经济困难的加护无法配合污水接管工程拆除违建物，以及爱狗人士找不到适合收容流浪狗的场地，希望市府协助解决。市府推动加护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后巷宽度必须达到80公分以上，否则将请违建拆除大队拆除违建以立施工。市议员张汉中就接获不少经济困难的家庭反映，无法自行拆除，他在市议会质询时要求水利局协助解决。伊食饭都有问题，你讲要叫伊阁出钱来去啊配合我们那个污水的接管，当然我嘛是一般这些百姓都很乐意啊。但是他就是无迄个能力啊，啊无迄能力，我嘛是拄啊伫咱议会伫拜托咱局长啊，包括去找我相关的允许的情况之下来去配合他们做些需要啊。啊，就是讲因经费无多，咱朝哪方向来去找协助的单位。水利局长表示，会请银行业者协助以贷款方式解决。至于财务担保的问题，将会以个案的方式做认定。那总共伊伫这方面有一挂困难，啊，看是利用银行的一挂一挂低利率，还是甚至无息贷款等等，吼来帮忙。另外，张汉中议员也提出，爱狗人士为流浪狗新建收容场所，为了避免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大多会远离住宅区，到郊外寻觅地点。但是土地地目不符农地使用，议员希望能够予以解套。收容这些狗，有可能买造成的一些邻居的困扰嘛，啊，因就会去点去嘛，啊，点去过程，啊，这个所在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取得合法执照。啊，要去申请咱的农协嘛，没有办法符合。市府农业局长表示，会在研议是否修改法令予以放宽，或者是以专区方式来处理，希望能够找到人与狗共存的方法。港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为了表扬对渔业有特殊贡献的渔民，农委会渔业署周六举办全国渔民节庆祝活动，颁奖表扬12位模范渔民。农委会主委和高雄市长都受邀到场致辞。由于高雄市政府是全台唯一成立海洋局的县市，对于渔民的生活相当关心，市长肯定渔民辛劳，也期待渔业发展更加蓬勃。12位来自全台各地的模范渔民难得走在星光大道上，有的从事远洋渔业，也有的在水产养殖表现优异，每个人都是台湾优质渔业文化的代表。欢迎嘉义区渔会推荐的蔡明生先生。106年全国渔民节庆祝大会已是高雄举办，
高雄市长陈贤菊也受邀致辞，他表示高雄市渔民人数达7万人，高居全国之冠，而市府设置海洋局也是全台唯一。高雄市的渔业发展，不管是远洋的渔业，还是讲咱沿海的田捞啊，啊，搁有咱的渔翁啊，养殖，拢是这个占咱台湾产量足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讲，咱市政府非常重视咱的区域每一个渔业养殖业，市政府拢足重视。所以讲，咱是全台湾唯一先例。海洋局吼一级的机关，所有甲海、甲养殖、甲渔业有关，海洋局总是会爱来承担，爱来服务渔民。不论远洋渔业或是近海养殖业，高雄市渔民都表现优异，也深获市长肯定。高雄是960万平的故乡吼，啊，咱有足特殊超低温尾鱼特色的产业。啊，咱嘛有石斑鱼冷冻的技术，哦，啊，咱保留咱迄个鱼肉，会使讲安尼足好、足新鲜，哦，气味会使讲是安尼足，哦，大家足娱乐，啊，佫足卫生。全国渔民表扬大会堪称渔业生涯奥斯卡的荣耀，获奖渔民们除了展现多年辛苦的成果外，也为台湾渔业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港都新闻林庭阳、罗少君采访报道。再来关心的是中秋月圆人团圆，但不是每户人家都能够享受佳节的欢乐气氛。市议员吴明赐有感于景气一直不见景色，特别选在中秋节前夕发放爱心物资给需要的民众，让弱势边缘户不必为了过节而烦恼，也能够度过温馨的中秋佳节。一大早，草衙新人公园就聚集满满人潮，很多人手上都提着手提袋。原来这是市议员吴明赐发挥爱心，在中秋节前夕发送白米、月饼、沙拉油等物资给弱势民众，让他们不必为过节而烦恼，跟家人团聚过中秋。哦，咱每年三节，肉粽节、中秋节，过年咱拢会来发这个爱心的物资。今年第三年啦吼，中秋节活动啦，啊分6个点，啊发5000份，有这个白米3公斤的，啊加这个卤香菇卤肉月饼，啊加一罐沙拉油，啊加一袋酸痛药包，啊要让咱的大伯遐艰苦人，啊过一个温暖的中秋节。除了家里最常用的白米、沙拉油，议员还发送精油贴布，贴心举动让民众大赞，就甘心。啊，足好诶！啊，真迄落，我议员真辛苦，伊做人真好，伊会对啦，今年会阁当选啦。我真好，对啊，普通时啊拢有足照顾着，拜，嘿，拢变拢好啊，伊做人足好，嘿。吴议员发起的这场挺弱势庆中秋物资发放活动，一连举办6个场次。除了9月30号在草衙新人公园、劳工公园及三角公园外，10月1号也将在小港凤鼻头朝凤寺及议员小港前镇服务处举行。伊是接受的，我还是艰苦的，有足多边缘户，吼啊，伊真正有可能伊无多申请到，吼，即个政府的补助。啊，所以我感觉，我做一个基层的民意代表，我有义务爱来、甲责任爱来推动这个活动延续下去。为了让边缘民众也能领到物资，议员连续3年爱心不间断，对于行动不便的朋友还提供优先服务。议员期盼有更多企业团体一同响应，让社会充满更多温暖与关怀。谢谢吴明赐，哇，欢喜啊，欢喜啊！赞的。港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采访报道。中秋节你想好要去哪玩了呢？2017田寮月世界又乡音乐节中秋节当天将在月世界地景公园盛大登场。
周六的记者会上，市府观光局长曾资文小秀身手，带领乐团演奏揭开序幕。曾局长表示，中秋音乐飨宴非常适合合家欣赏，也欢迎民众 cosplay。当天只要有特殊打扮的前100位民众，就可以免费获得土鸡餐点。观光局长曾资文拿着小提琴登台，架势十足，轻拉两声后，带领专业乐团演奏出柔美乐章。聆听音乐还不够，缺席舞团四位舞者搭配音符精彩跃动，赢得满场掌声。国际知名视觉艺术表演团体缺席舞团精彩表演是为了2017田寮月世界又乡音乐会进行宣传。为了推广深度旅游，中秋节当天观光局将在月世界地景公园举办又乡音乐会，邀请民众到田寮野餐闯关，看表演听音乐。我们把田寮月世界这个二地形呢打造成我们高雄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那也荣登呢这个CNN 呢爱上高雄的十大旅游之一。那所以每一年大概在月世界呢大概就在这个比较秋天的季节，我们都会举办一个月世界的一个活动。那今年我们特别选择在月世界结合中秋节，那用一个带你上月球的概念，然后在这里举办又乡音乐会。另外观光局还鼓励民众当天 cosplay， 只要穿着打扮特殊，就有机会吃到道地的土鸡料理。如果游客来到这里，你有特别的，比如说有太空人的装扮啊，有特别装扮的，还可以领到我们前100名有百份的这个在地的土鸡的飨宴。记者会上，观光局长及贵宾还跟着家事达人一块学习制作柚子精油，鼓励民众中秋节吃柚子之余，将果皮再利用，既能防蚊，也兼具环保功能，一举两得。港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采访报道。小港医院七位志工妈妈联合举办生活美学艺术展，他们将平时不起眼的素材借由巧手转化成为艺术品，让一向给人冰冷印象的医院瞬间变成充满温暖又有艺术氛围的地方，带您一块来看看。小港医院最近散发出浓浓的艺术气息，由张慧英老师与医院内七位志工共同举办的绽放美学生活联展，志工们运用生活上随手可得的素材激荡出美妙的图案，也让医院不再冷冰冰，充满温暖的氛围。其实办这个张慧英老师的师生联展，这些学生都是我们医院里面的志工，那志工不但是心美人美心美，而且他们闲暇之余还从事这些创作，所以生活美学更美。收集一片片不起眼的树叶，张慧英老师拼凑出细腻生动的画作。他想借由艺术作品来鼓励病友用创作疗愈心灵。我们用的素材呢，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材料，所以会让人的心理更就是更抒发心灵。难能可贵的是，参与联展的志工妈妈们是一边投入医院服务工作，一边创作，最后共同展出水准之高，不输给艺术家的作品。这些都是他们对于生活体验所得出的灵感。每一个人今天来这个医院当下，他一定身体是不舒服的，可是他看到不同的作品、不同的展出，心情也会跟着美丽起来。绽放生活美学联展即日起到10月12号在小港医院一廊展出。志工希望透过艺术品来暖化医院环境，也让病患能暂时忘掉病痛烦恼，用正面积极的态度来克服身体上的病痛。港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左营区新巷里甲本天安办的有声有色，海南省国台办特地前来观摩取经。这天里长特地请来营养师教导长辈如何均衡饮食，吃出健康。社区志工每周两天都会放下工作为长辈们夹菜，大家像一家人一样无私付出，让国台办的成员印象深刻。供餐活动开始前，营养师先带领长辈认识食物营养，特别提醒长辈要多摄取蛋白质和纤维质，可以避免得到肌少症和便秘。银发族的健康饮食就是蛋白质量要够，
然后蔬菜量够，那淀粉就是适量就好，然后吃的很就是各种颜色的都要有，那这样子长期下来才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一个健康的状况。接着社区志工开始为长辈们打饭菜，除了原本的四菜一汤之外，志工们还自己料理为长辈加菜，每周三周五都有共餐活动，长辈们在这里一边聊天一边用餐，增进食欲也特别开心，大家一起吃就很快乐啊，哎呦，吃得很丰富啊，在家里没有办法煮那么多菜啊，颜色都有，都有，嘿，五彩，又有什么颜色的？红色的，白色的，都有，绿色的都有。看到我们阿公阿嬷他们吃得很开心啊，经过我们营养师设计的鱼肉蛋白质还有蔬菜，营养均衡，大家出来吃，大家吃得很快乐。新夏里针对长辈安排的社区活动相当多元，海南省国台办一行人也在议员和里长的陪同下一起来参观学习。为咱们新夏里啊，做这个社区户做得好，我想呢，我们这个里长啊，确实功不可没啊，他这种这个为民服务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有他们的特色啦，说真的哈，他们有可能是在经费上啊，我们哈也有很多他们比不上的特色啦。老年人口增加是全球各地都会面临的状况，借由不同地区的交流观摩学习，了解长辈们的生活情形，相互激荡出好方法，以提供长辈更好的照顾。港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2017生态交通全球盛典10月1号起将在鼓山哈马星登场，而为了配合活动进行，一个月的活动期间，哈马星生态交通示范区将会管制汽机车通行。市府交通局表示，生态交通示范区范围包含临海一路以西、临海二路以南、滨海一路以北、滨海二路以东。10月1号到6号，除了救护车、垃圾车、计程车或者身障车辆等特殊车种可以通行之外，包括居民的汽车或外来的汽机车全面禁止进入示范区，居民骑机车将凭通行证进出。其中滨海一路将封街，成为生态交通全球盛典活动场域。继续提供您港都生活讯息。今年港都有线电视即日起升级影音服务，推出 BBMOD 行动 APP， 手机完成下载后，只要跟家中的机上盒完成配对，不论是用电视或手机都可以看电影，而且现在下载 BBMOD 就可以享受15部电影免费观赏。详细的下载及使用方式请上青年港都官网查询。继续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带你来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度到35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度到35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7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气温25度到34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赖昌邦，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再会。
进 BBMOD 全新登场，15部电影免费送您看。现在下载 BBMOD App， 注册会员，并和家中机上盒配对后，不管想用电视还是手机看电影，统统没问题。动动手指，行动电影院带着走，千万不要错过哦！请洽青联港都或上官方网站查询。BB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咯，现在只要下载 BB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账单、频道节目和 VOD 点数等行动账单，客服资讯带着走，各项需求一次满足，比一比 BB 最聪明，快去下载哦！请洽青联港都或上官方网站查询。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让我娱乐不中断。任何时候想看就看，我的随身好伙伴 BBMOD。Saya Juni, menikah di Kaohsiung sudah 20 tahun. Menari Bali di Taiwan, saya selalu merasa berada di Pulau Bali. Berharap melalui tarian Bali, Taiwan lebih mengenal kebudayaan Bali, Indonesia. 青年港都与您一起看见高雄。BBMOD 让我把家中影音娱乐带着走，我的随身好伙伴 BBMOD， 一步一脚印，深入在地，都不敢我们家，记录时事，掌握高雄脉动。周一至周六晚间6点，最关心高雄的新闻，港都新闻。